像啊！天哪，好像艾辰哦！哦，耶稣，哦，耶稣，让我与你共度。多只待几年，或是待几天，我们再相见。艾辰、艾翔悲痛巧合都是40岁猝逝，王童发声，再次感受撕心裂肺的伤痛。好像啊！天哪，好像艾辰哦！天哪，有些神情实在太像了。我非常非常确定艾辰现在绝对绝对与我们同在。艾辰去年8月坠楼身亡，和他长相如同双胞胎的弟弟艾翔传出在3月20号因心肌梗塞猝逝，兄弟俩同样终年40岁。蔡家人在马来西亚报纸上刊登讣文，透露将在3月23号举行入殓与追思礼拜，安葬于古晋的墓园。有艾辰的弟弟艾翔带来一首由艾辰作曲的歌。哦，耶稣，哦，耶稣，让我与你共度。多只待几年，或是待一天，我们再相见。王童在脸书表示，再次感受到撕心裂肺的伤痛，收到消息时也十分震惊，无法接受。最担心的是爸爸妈妈的身体，恳求大家给予家人空间、时间。我们一家人都相信，程程和艾翔已经团聚。这次我们全家人来到台湾，也想看蔡艾辰他爱的地方，体验他的生活点点滴滴。让我们心中能够回忆更加的完整。艾辰的家人3月4号才来台与王童到墓园探望，弟弟艾翔还在这趟行程参加胡瓜的节目录影，岂料回到马来西亚不到1个月就传出噩耗。这是艾辰的家人。哦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幸会幸会。小弟，艾辰的弟弟，艾伟，哦，这有像啊，这个小弟，大弟，模仿功夫长，好，瓜哥，你爱我，从心爱是那些，我上帝的歌是狂热夜，爱我吗？改错改多一些，我的心的爱只一些，这怕要剪掉，剪起来这个，哎，你们两个都可以玩一个游戏啊。累吗？这个游戏累，对。所以你平常看我们节目好像很简单，对不对？是，不容易啊，不容易。有没有体会艾辰的？有，很辛苦。我们一般艾辰玩的还要唱歌，还要唱歌。是，我也是唱歌。为你爱不完，我可以天天年年远远到永远。So we love love tonight。不是愿意丝丝点点切切去面对，加油！哎，快断句了，哎呀，谢谢。